孩子的奥利奥，学会开放平台开发，躺着就把钱挣了。大家好，上节课啊，我们一起提交了一个应用，那么这一节课我们要继续做个应用，这个应用要比上个应用要运用的知识点多一点。上个应用啊，我们用了 CSS、HTML 还有 PHP， 那这一个应用我们将用到数据库的知识，以及 HTML、CSS 还有 PHP。 那么数据库的连接从百度 BAE 上，就是所说的云数据库，基本的增删改查是一模一样的，只有数据库的连接稍有区别。那么我们这节课要做一个手机归属地查询的应用，那么这一个应用我们需要的资源，那么看一下，啊，素材，那么有一个按钮重置查询，还有标题的背景。这个应用呢，在上一个应用的时候已经用到了这几个素材，那么其中多了一个就是数据库。那我这有个数据库，那么这个数据库就是有手机号码的前七位，有区号，有城市，以及所属卡的类型。那么首先我们要把数据库导入到我们的环境之中，比如说我的单机环境，那么这是我们数据库，那么首先我们要建个库，手机执行，然后选择我们新的数据库，手机，然后导入。可能用的时间长一点，因为我这个数据库有16兆左右，17万条数据吧。那大家得等待一下。那么我们先让它慢慢导入，我们先写应用的界面，到我们的环境里，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夹，手机，那么还是我们首先建一个文件夹，放我们的图片 IMG， 然后找到素材，那么需要重置按钮、查询按钮以及标题的背景。然后我们再建个页面，index.php， 编辑这个页面，
首先加上地梯梯头，然后写上 HTML 的主体结构，还有标签，标题就是手机归属地查询，然后是 body 体，那么前台页面一样，我们先需要一个主体的结构 class 等于 knr， 然后需要一个标题 tit，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输入表单还有数据结果都放在这里。MAN 然后在这里需要有一个输入的 DIV， 那么我们命名为class 等于 INP， 就是 input 的意思，同样的还需要一个结果 RES，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主体结构。那么首先还是我们要设一下应用的宽度，那样式也嵌入到页面里面，那首先我们撤销各种编剧，ANR 让它的宽度为 540px， 然后让它居中，应用的主体部分，然后是标题，那还是给标题加一个背景 ZROND URL， 那是当前目录下的 IMG 目录下的，我们看一下名字，tit.png 然后让它不重复 no repeat， 然后给它设置宽度，那高了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先预览一下，这里已经导完了，我们看一下，174495条，
那么高度不够用啊，增高一点。这回差不多，然后我们写上标题，手机归属地查询，刷新，然后改变一下标题的其他样式，让它的顶的内边距20像素，20像素预览一下，然后再改变一下字体的大小 font 颜色，我们需要用到屏幕取色，那么打开屏幕颜色选择器，然后就以这条线的颜色为基准，006C91，看一下。这个是 color， 要加个字体大小，哎，这个没问题了。然后我们继续写，然后应用的下边内容主体，那么内容主体同样我们是需要有一个边框，那么先写一个表单，往 ACTION 提交到本页，提交方式 METHOD 为 POST， 往然后提交表单 import name， 首先让它等于提交的 phnum fin number type 等于文本类型，然后 value 等于请输入手机号码，看一下，请输入手机号码。那么同样我们需要让鼠标一获取到这个文本框的焦点的时候，这个提示信息就会自动删除啊，加个时间，试一下，刷新，OK， 刷新，单击，没问题。然后还需要给它个样式，输入的文本样式。那么现在我们继续写样式表，首先给内容的主体部分加一个边框 MAN
颜色，再取下色。A9C9D0 然后给它宽度啊538，因为上节课我们讲了设540会长一块有问题，还是让它浮动起来，那么看一下啊，标题我们设的高度还是高一点，那再小一点，现在我们设的是50 45，还需要小一点，40像素没问题。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表单的内容，那首先是 INP 输入的内容，首先让它的外部边际 MARDIN 做大一点，20像素，那么看一下，那20，然后让它浮动起来，浮动起来，当然看不出效果。那么先写这些，然后再设置一下 INTXT 输入文本框的属性，那么给它设置个长度300像素，不合适可以调整，高度25像素啊，也让它浮动起来，脱离标准流，看一下，那么我们还缺两个按钮，一个提交查询的，一个重置的按钮，写上 input， 还是我们用的图片单位按钮 src 等于当前目录下的 img 目录里的，看一下名字 submit， 但这块读个 reset submit，name 等于 submit， 啊一个，input type 等于 img src 等于当前目录下的 reset name。reset， 我们看一下，查询，我们看一下重置按钮，好用，都没问题。查询，当然现在没有 PHP 处理。当然现在按钮和输入框离得过近，我们要让它远一点啊，把这两个按钮，每个按钮都给加个样式，
BUN button BUN 然后加一个 BUN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个 MARZIN left 左边的外边距为十像素，十像素。然后我们看我们的输入框好像高度小了一点，不好看。那么我们加一点，看看三十像素。大了一点，那么调到28。28像素。哎，这回漂亮多了。当然我们这个边框还要把上边的边框去掉。从样式里改。那么我们只需要设置左中右 left bur der ight epx solid a9c9d0 bur der bottom EPX SOLID 然后 A9C9D0 看一下效果。哎，上面的边线没了。那么到下面一部分，我们要用 PHP 处理查询过来的资料，那么我们需要到数据库里来查询。手机。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连接数据库。当然连接数据库我们本地测试的和提交后的稍微有一点区别，那么我们本地测试临时写一下，等提交的时候我们再修改。那在结果里。那我们连接数据库可以放在这里，也可以放在上面。我们不单独写文件了，那就直接在这里写出来。那连接数据库 link 等于 mysql connect， 那主机是 local host。用户名 ROT， 密码12345 6，当然这是我本级的环境的。当然我们连接数据库的时候要设置一下校验字符集，那就是因为 PHP MyAdmin 很可能就出现问题，明明是 UTF8 的，你页面也用 UTF8， 查询出来的数据就会出现乱码。我们设置一下MySQL 杠 set 杠 CHARSET 叉 set UTF8， 然后判断一下，如果我们的数据库连接成功 ，if link， 然后我们开始处理。当然我们可以加一个输出语句，我们这里可以输出数据库连接错误，
请联系管理员。那我们看一下连接成功没有，只要没有提示错误，那么就是成功的。刷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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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连接成功了。那么我们还需要连接成功之后，我们需要选择一下使用哪一个表。MySQL SELECTDB， 那么我们连接手机，然后资源是 LINK。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数据库。浏览。看一下我们提供的号码是每个手机号的前七位，然后可以查询出来区号、城市还有卡的所属类型。好，随便往后跳一下，都是一样的，手机号的前七位。而我们输入的数值，可能用户每次输入把十一位手机号都输入了，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处理一下这个字符串，是吧？给它变成七位的。那么我们要规定一下，是吧？手机输入的太少，我们要给用户一个提示信息，比如说他就输入了五位，那么我给他提示，要求他输入七位。那么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处理机制，当然有更多的处理，大家想到的最好都写上，那让用户体验的更好一点。那么我们这个是通过表单 POS 的过来的，那么我们就要处理一下它过来的数据啊。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是否提交了，是否设置了$下划线 POS。 如果提交了，那么我们可以处理，然后$号码等于$下划线 POS 的，那我们的 name 是 PHNUM 啊，付给这个变量，那写的少一点，然后再判断$NUM 是否是大于等于七位，然后并且$NUM小于等于十一位，那这样我们就限制了用户输入七到十一位之间。如果不是，我们给他一个提示。请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来，我们上面这个提示最好提示让它输入几位，比如说这里输入七位，请输入七位手机号码。那么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写的对不对。然后一二三不过七位，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像一直提示请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那么我们看一下条件，
POS 的过载的数据 AM 要大于等于七位，并且小于等于十一位。啊，这里错了，因为这里只是一个号码，它并不是它的长度，我们要用一个函数来求一下它的长度 ,strlen, 那么这个函数就是求字符串的长度的 ,strlen。再看一下，没问题了，一二三，错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没问题。当然，我们现在请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还不美观。那么，我们一会儿一起把它美化一下。那么据处理，那么判断了它是七到十一位之间了，那么如果它输入了大于七位的小于十一位的，我们要把它给截取成七位的，那么 str 字符串等于，那么这里又有个函数 sub str， 它的作用就是截取字符串。那一共三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 num， 那第二个参数是起始的位置，第三个参数是截取的长度。那么我们看一下手册，大家学习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查看手册，因为不可能每一个函数你都记得住。sub 这个不让输入，我换个手册。sub 还是这个吗？这个手册还假死了，所以我们手册为什么都点不了呢？SUBSTR 这个手册还查不到，能查到的还点不得。SUBSTR， 那么我们看一下字符串类型的 SUBSTR，然后第一个参数是字符串，第二个参数是整形的开始，第三个参数是可选的长度。那么它的下面有几个例子，那直接输出啊，起始位置是一啊，一直到最后，然后起始位置是一，然后三位。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字符串的起始位置如果想从第一位开始截，你要从起始位置是零而不是一，如果一的话它就直接越过去第一位。那么也可以是负数，那负数就是指倒序开始截取。
那么这是这个函数，那么回到我们的代码啊，我们测试一下，输出这个 str 截取后的内容，刷新12345678910啊，它就变成12345678，说明截取的没有问题。当然我们做这个应用的时候可能需要正则匹配一下是否是手机号，当然这里我们只是个例子，我们只匹配前七位就可以了，那么其他的一些验证那么自己可以写一下。那么到这里了，我们就需要要查询数据库，那么数据库我们已经导入好了，就这么多。那么我们要查询从本地环境的查询和百度服务器的云数据库操作是一模一样的啊，它支持 MySQL 的所有语句，当然你不能建库，它是默认给你建好库的，你只能建表是吧，查询增删改查啊，所有的都可以。而且百度的云数据库啊，它可以扩容，每个数据库首先有实际的空间，对于大部分应用来说实际空间已经完全够用了，但是百度的云数据库它给的并发比较低啊，初始的并发只有10个，就是说10个人同时操作数据库。那如果我们的应用访问量很大，那么我们就要做好数据库的关闭机制，当然服务器肯定有自动关闭的这么一个机制，但是我们不能完全相信于机器，所以说在我们提交的时候一定要把一定要把数据库的关闭连接做好，每查询一次之后马上关闭连接，更不要用长连接去连接数据库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百度的服务器达到资源的最大优化。但如果你优化的代码还是并发量很高，就是你的应用访问量很多，你可以给百度写封邮件啊，去申请并发量让它给调整。当然一般的应用不是一个网站，它的使用量肯定没有一个大型的网站那么高。当然做应用你能做静态化的一定要静态化，能用缓存的都尽量用上，比如说百度它也提供了 MemCache 缓存。那么下一步就是数据库的连接和操作。那么这节课比较长，我们下一节课继续一起开发数据库的操作部分。那么好，再见。那下节课我们再见。人生自古谁无死，来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杰，死亦学 PAP。垂死病重惊坐起，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徒伤悲。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学 PHP。 春眠不觉晓，处处学 PHP。 在听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学西修 PHP。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学 PHP。